珍珍，是你爸爸抢的呀？就是的，我刚才倒在这呢，他一把给我抢走了，他一把都没指着。那你还哭得那么惨，我还以为谁欺负你了呢。老婆，你别说，你买的这个甜瓜呀，真好吃。你都没有看是谁买的。妈妈，你看，他都吃完了。大孩子就一个爸爸了。不就一个甜瓜吗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妈妈下回啊给你买一大筐，不让你爸爸吃。看我这就。大家先把上一节体育课的内容复习一下。我的下课没上厕所，这怎么办啊？尤珍妮，在那嘀咕啥呢？有事常说话，快点说。活该挨批评了吧？老师，我想上厕所。刚才下课你干什么去了？这才刚上课，你快去快去。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老师，我妮妮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也想上厕所。你体育课不好好上，这凑热闹哪都有你。不许去，下课了再去。老师，我憋不住了。偷奸耍滑，样样都有你，憋着。老师，我尿裤子了，我尿裤子了。啊？不会吧？这，快回家换裤子去。你别笑，我的裤子湿了，我走不了了。你笑什么笑？把你的裤子脱下来给甜甜穿。妈妈妈妈，我今天上体育课差点尿裤子了，吓死我了。外面全是外星人伪装成人类，我很害怕。害怕个毛线，看我的。看见了吧，这就是隐藏在咱们身边的外星人，咱们继续审查。珍珍你好厉害，我好崇拜你啊。珍珍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奶奶带你去买蛋糕。骗子，我的生日是15月8号，这不是今天，你看你就不是我奶奶。这奶奶也是假的。好消息，珍珍，你考试考了100分，妈妈带你去公园玩。什么珍珍，是妈妈，但是我还是脏。
那我下了吧。我妈妈昨天坐飞船去火星了。那真香啊！那真香。我把这把船我在那舞吧。看谁厉害，今天非把你比下去。有人啊！你们两个别吃了，这样会伤我身体的。佟东爷，你不用管，我不小心再给你补上一双。佟东爷，再给我拿几根糖。好好好。来，给！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哥哥，我的哥哥，想得美！这是我自己的，想吃自己买去。可是我没有钱呀、啊！姐姐，你看看什么？在哪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